我是公共列车的那111年7月10号，核弹7点46分，46分从8就是1294基隆发车，经由西湾线，开往北湖。盈利收一下小美左右906千车，以及我的4152次哦。北湖发车经由沿线刚好芙蓉的，盈利收一下小美左右900千车。第五是在台北大停车。有914圈的，在。台北大停车。开启车门。7152次哦，在台北站停靠。谢谢各位，我想那个嘛，专门多点的，就刚好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7152次在台北站停靠。啊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